昨天对啊，彤彤刚刚拿到所有的电话。我刚刚接彤彤足球社团下课了，各位朋友大家晚安。我想说现在蛮晚的，5点多了，5点出头，因为我老婆今天还是会加班。那我想说先带彤彤来便利商店吃个东西，吃个点心再回去。我们有看好想吃的东西，我们先找个位置。啊，那个位置有人，我们换这。哎，这边有位置。这个有人放包包吗？这是有人的还是没人的？这是卫生纸还是有人的？哎，每一个桌上都有，所以这应该是店里的放卫生纸的吧？我们放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去买，走。来，彤彤过来这里。我们想吃这个，哦，前几天就有看到了，超商限定的炼乳银丝卷。长这样。对啊，然后可以淋这个，哦，它有附这个炼乳。我吃一口淋炼乳的，吃一口没淋炼乳，看哪一个我比较喜欢，我就吃哪。好，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微波。新热的。新上市，它是写要微波，哎，这个不可微波。我问一下，银丝卷一定是吃热的、啊。对啊，可以微波、啊。这个是要微波的嘛？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是这一个不能微波的。对。炼奶不要微波。对，一般银丝卷都是吃热的嘛。对啊，对啊。这才会软软，就好，谢谢。这个的话就不关。好，我用这个 iCash 这一台吗？对，要印发票吗？好，谢谢。会员手机号码哦。会员吗？这个 iCash 就有会员了。对，谢谢。好。好的，39元一个。这是新产品。对啊，我们看到新的，想试试看。我们内用。又不会很油。好，谢谢。外面那个炸的又很。好，你们在旁边等一下，后面的人要付钱。快好了。快好了吗？39元一个。这个给你了。好。这是电子酱。对。这电子酱下去很好吃哦。好，谢谢。对啊，放学带他吃一个再回家，里面有盘子了。好，谢谢。做的还蛮贴心的。哦，温温的。好，来，刚好现在冷冷的天。它里面有叉子吗？有吗？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你帮我粘在这个袋子上。好，对，粘不起来。好，你先坐这里好了。你坐里面，好，让你坐里面。我把球放这边，你坐里面。这个卫生纸应该是老板他们。我问一下，不好意思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卫生纸是你们放在桌上给大家用的吗？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因为之前没有看到这个。我们来看看哦。我想要往前一点。好，我帮你把桌子往后一点，是一样的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们来看看。电池放在这。对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先泡一下。它好像里面有两个。我也没有吃过。但是我看它摆在架子上摆了几天了，我也很好奇好不好吃，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，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看广告也有一袋这个。开箱。哦。有个小叉子。对，这个卫生纸先给你。它是帮你切好的，好贴心哦。对啊。你要先吃吃看，没有酱的吗？怎么样？没有这样的好吃吗？好吃。好，那我来淋。你要淋吗？交给你淋可以吗？能把眼开。我先试了，来吧，交给爸爸了。怕你弄脏了，来交给爸爸。我怕你笨到毒。好好，爸爸来，爸爸来。你有吃过飞燕炼乳吗？有吃过。哦，那你有吃过银丝卷？那你有吃过加在一起的？没有。我们来合在一起看。好。还会滴哦。加在一起好吃吗？太好吃了吧！真的吗？我让它这样子放着，不要让它倒。你喂爸爸吃一口好不好？我也要淋一点，等一下哦。你吃这边。我吃哪边？哎，我自己拿。我直接淋在这上面，剩下的全部都淋一淋吗？要吗？给你淋。我淋在其他大的上面。我要接，我要接的这个。哦。好好吃哦，好甜哦！再给你插手。
用手拿吗？可以啊，你刚不是洗手了？那我淋在其他的上面的话，我用伞拿。你帮我再淋一点在我这上面。我这个给你啦，还是我咬过了你就不要了？我来淋啦，我来淋。你这个不顺手。我这个给你啦。不要，我要吃这个。啊，对，好。你先用手拿起来，我再淋。可是吃这个会很狼狈。好烫。好烫。那我再去跟老板要一个叉子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帮我拿这个，你想吃也可以吃。要用这个吗？白色的。啊，吃完等一下再回家写功课。这个给我，小的给我，大的给你。下一个这个。啊。好，我帮你淋喽。淋。哦，滴出来了。好。我们等一下吧，要用卫生纸擦一下桌子，要不然桌子太脏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把它全部都挤到这个盒子里面去，然后你想吃的话可以沾。因为妈妈有说她今天会加班，但是应该是剩倒数两天了，等那个文件检查完就不太会再加了。啊，这炼乳好好吃哦，把杯验的。如果你喜欢吃的话，我们下次可以买银丝卷在家里。直接用撇的，我们把它桌子擦一擦。我手机倒了。我要沾这个，让它在上面滚一滚。好，你先放在卫生纸上面，等一下我一起拿去丢。这边任务都没有了。在盒子下面很多，我们在那边沾一沾。他给很多啦，这一袋很够用。冬天吃这个还不错，天气冷凉凉的哈，热乎乎的。把这个切一半，好吧，剩下那个每一人一半。大家都吃会吃到。等一下，我要把手机放。这边的老板好贴心哦，他给大家用。所以我们可以拿，等一下可以拿，吃完可以拿这个卫生纸把桌子擦干净。他看起来也很热情啊。对啊。还没切。我现在要准备来切，我很难切。哇，我的叉子断了，我不要切了，等一下你先吃，如果你吃不下来给我吃就好，主要是怕你等一下会肚子饿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叉子断了，对啊，我不切了，我不切了，以你为主啦。叉子断了。以你为主，我来擦一下桌子。其他间好像都没有提供卫生纸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本有把卫生纸放在桌上的。卫生纸，卫生纸我觉得还是擦不干净的，这念乳黏黏的。我跟工作人员借一下抹布，好了，在这边吃，爸爸去借一下抹布。沾水来擦就好，它那边有水龙头。一点水擦，这样应该就不会黏黏的了哦。等一下再用干的擦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把人家桌子弄脏了。喂，手机又倒了。
觉得这个好吃吗？我们推荐吗？如果有其他小朋友想要吃的话，你会推荐大家买吗？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试试看新产品，那就拍到这边啦。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我们慢慢吃，拜拜。全部的卤酱都涂上去了。好，你确定吃不完了哦？每个面都有。谢谢你帮我涂，让我把它吃干净。那你喝一点水，剩下的爸爸把它吃干净。喝水，漱漱口，然后就回家写功课了。